没有错，我的频道终于突破3000订阅了。我在我上一个视频抖音刚刚挨了已经有讲过了，这次3000订阅呢就是要做 Q&A 了。我在我的 Facebook post 跟 YouTube search post 都有发帖给你们开放留言问题了，所以呢今天就是来回复这些 Q&A 了。那如果喜欢影片的话，记得订阅我，并且开启旁边的小铃铛。那我播影片的时候，你都会第一时间收到。好了，我们正式开始看影片吧。在我的 YouTube 简介这一扇呢，有我所有 YouTube 所发展的过程啊，所以呢，你们有兴趣的，欢迎下面去看啊。我有一个哥哥，一开始为什么想做 YouTube 就是因为我玩游戏王嘛。然后我被一位 YouTuber 叫做 CyberKnightXX10， 他也是一个游戏王的 YouTuber， 然后是欧美的，被他影响，所以呢觉得发现到，哎，拍影片加游戏王好像很不错，于是呢就开始了我的 YouTube 生活啦。我没有养动物，我也没有特别喜欢动物，然后我本身也是一个异常胆小人，所以人类以外的生物我都怕。其实我没有特别喜欢哪一个 YouTuber， 我每个国家的 YouTuber 都有看，英国、日本、马来西亚、台湾、新加坡这些我都有看，不论是英文的 YouTuber 还是华文的 YouTuber 我都有看。然后如果来讲要最喜欢的吧，可能就是英国那边的 KSI 吧。打从我会剪片开始，我一路以来的都只用威力导演这个 APP 去剪片的。肯定没问题，所以呢我真的是很需要你们观众呢在下面留言告诉我可以挑战什么，我真的很缺很缺题材来拍，所以如果你们可以帮我留言的话，我真的非常非常感谢你们。没有错，整个 YouTube 从我一开始到现在都是我一个人拍一个人剪，没有了任何帮我，我也没有任何团队。两个吧。其实呢，如果我真正懂这个方法的话，我现在也不应该不只有3000订阅吧。可是呢，我有自己上网来 search 过了很多很多 technique 这些，所以呢，如果你们真的很想要知道的话，到5000订阅的时候，我就把全部技巧告诉你们。我是在2013年不懂几月几号开始拍影片的，灵感的话，多数都是抄袭别人的，他们拍什么我就拍什么，抄不了嘛。你最重要是有 view 有钱赚就可以了，这两个都是一样的嘛。我一路以来都是用我自家的电话去拍摄的，我用个什么电话我就用什么电话来拍。可是从去年开始吧，我就改用 GoPro 7来开始拍摄我的每一部 video 了。从那个 trick shot 的 video 开始过后，都是用 GoPro 7来拍的。我今年18岁，住在马来西亚柔佛新山。不是没有拍，只是讲认真的，我现在在现实生活中我自己也很少很少接触游戏王啊。如果 Duel Links 我删掉了，我没有玩了，所以你们看我那个迈向决斗王那个 video 很久很久没更新，因为我删掉了，我不玩了。Yu-Gi-Oh! Friends 哦，听讲已经完结了啦，可是我到现在只追了20多集吧，没有错，我还没追完。然后再加上我所在地也是马来西亚柔佛新山，很少卡店，基本上是绝种了的嘛，没有地方再卖正版的游戏王啊，就连翻版也很难再找到了，知不知道？所以呢，不是我不要拍游戏王，是我很难接触到，然后我也很少网购啊，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去接触到游戏王这个出路。第一个看顺眼的人就喜欢了。我的第一次啊，肯定没有问题，前提是我也要揪朋友出来一起去踢球才有办法拍足球挑战视频，肯定没问题，只要我还活着，足球挑战 video 就肯定还会再出了。其实呢，这个我之前就有
播过个投票，问你们要不要看我马来西亚华语跟外地的华语到底有什么差别。其实我之前有放过个投票啦，可是到现在我还没有拍，其实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我懒惰。所以呢，我在这里再放出来投票多一次，看你们想不想看我马来西亚人的华语跟外地人的华语的差别是在哪里啦。其实是以前有个字幕源的，就变成我的 video 呢，只要开 CC 字幕就有字幕。可是现在没那字幕源嘛，就变成有一段期间的视频全部都没有字幕。过后变成我自己又是自己一个人在做的时候哦，我又要一个礼拜上传两部影片，所以就变成我根本那个时候没有时间去上传字幕，因为上传字幕总是最费时间的啦。所以就变成你没有看到之前的 video 都没有字幕了。可是现在我一个礼拜就一部影片嘛，就变成我现在开始你会发现到我的每一部影片基本上都有字幕了。如果我没有字幕，就代表那个 video 是临时拍的，然后临时上传。不知道要去哪里读，再看我读不读得到。可是我某个地方很长啊。那你们这里有一个照片，是我刚剪寸头的时候的样子，真的不像吗？我也不太确定我会做到什么时候嘞。我有想过来，如果一直这样子没有什么成就的话，要不要做到来中学毕业过后就不要再做了，再看情况吧。因为现在我离中学毕业可能还有两年的时间这样，所以再看啦。我没有办法像其他的 YouTuber 说什么只要 YouTube 还在我就可以一直做下去，因为现在我真的是就是感觉像做不起来这样啊，就没有什么成果，所以我说不出这个东西我一定要一直持续做下去啊。可是哎呀，总之全部就交给命运啦，这样就交给命运看怎样啦。多亏了我妈，没有错，不是我有那个能力可以一直去出国的，而且也没有到一直去出国吧，我觉得。讲好做吗？其实也没到很好。讲不好，其实也没到不好。就这样哦，就是这样。上学开心吗？一样道理。没问题。Okay, thanks. Yeah, we can be friends for sure. But first, you have to let me to contact to you, right? Because you didn't leave any of your social media, so I can't reach to you. Okay, basically 呢，这就是这次的3000 Q&A 啦，没有错，可能会有点沉闷吧， but Q&A 大概都是这样的啦。我们今年的目标呢，还是5000订阅啦，所以呢，大概就是这样啦。So, 我们就下部影片再见啦，拜拜。